我们区段征收会当提供建筑土地107年第二届的标书，准备伫咧4月24号举办开标。地政署表示，这一届的标书会当提供建筑的土地有74笔，面积合计有7.4公顷。有兴趣的民众对这入去会当亲自到嘉义市政府地政署的领处，或者是上网来下载相关的投标文件。嘉义市政府将要伫咧10月24号举办伫乌仔内区段征收地区106年第五届的标书，地理位置临近着水上乡民生社区的生活圈，未来交通真方便，对即入去开放民众领标。嘉义市政府地政署提醒，现行土地标书投标单以投标总金额计算，民众伫咧投写着投标金额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这一次我们着重的都是在就是靠近民生社区附近因为民生社区目前呢有一条桥将会通往我们嘉义市的部分，那所以呢可以打通民生社区通往嘉义市的道路，那周边的这个土地呢前景可期，所以目前很多民众呢都非常喜欢这一个地区，因为它这个地区也非常方便它一边呢是可以通往新民路，那另外一边呢也可以往福祉内路这边，或者是呢直接进到市中心所以交通也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从即日开始到4月23号呢就是欢迎民众到我们地政处来领标，那也可以呢透过网络直接从电脑里面去下载标单那为着要来方便着外县市的民众投标，投标的物件除了会当亲自向地政署领取，也会当上嘉义市政府的网站来下载。地政署嘛再次提醒，有意思要来投标的民众，投标的物件应该爱用挂号函件，伫咧开标前一点钟寄到嘉义邮局第418邮政信箱。民众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会当敲电话到嘉义市政府地政署中卫科来查询。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生，嘉义。一起彩虹报道。